介绍呢，就是这个 Fortatic AW 二代。那它跟一代呢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说它们的容量都非常的大。我自己平常的话是要用到两个包包才有办法装我的电脑跟两台机身，第三台还没有地方放。对，那这一款的话，它就是几乎我所有的器材拍照要用的都可以直接一起放进去。除了内部的容量啊以外，它其实在外面这种小的配件的袋子夹层，这个二代的它也是有再把它夹大，整个袋子都变得比较大一点。所以如果说你有比较大口径的滤镜啊，可能像是82口径、86或者甚至是95的，它都可以放下去。我们自己平常在用的话，有可能就是放可能电池跟充电器，或者是极卷底片这样子。那如果是一代的话，它这个夹层就真的小很多。除了这个小的配件的夹层以外，我要介绍的是这一个包包很重要的一个设计，它叫做模块化配件外挂系统。那这个系统呢，它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包包上面很多的横的一条一条的嘛，其实它不是单纯的设计说外观好看而已，它是可以加挂一些东西的。那例如说他们原本的包包里面就会有附的配件，是一个这种大的配件包，这个如果说你要放一台底片机啊，是放得进去的。然后还有就是脚架，它是可以放脚架的，那等一下都会大概装一下，演示一下给大家看。还有两条这个算是束带吧，它们是上面有这种扣子的束带。还有一个，这也是水壶带。那它这个二代的这个外挂系统跟一代的差别就是它都有变大一点，然后另外呢可以看到，这个这边呢是一代的，那种如果放在一起比的话，确实就是小了一号。那除了大小的差别以外啊，我们还有注意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样，它在挂脚架的这一个啊。脚架让脚架放的这个底座啊，一代呢它的比较宽一点，那二代它是做成窄的。那大家有想说为什么改版之后要做成窄的？原因是这样，大家有看到它正中间的这一个口其实是窄的，正中间这个口是窄的。那如果说是一代的话，你要放啊，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在正中间，一定变成说要放在侧边，没有办法说让重量很平均。那现在新的啊，它二代变成说是窄，就可以插在正中间。那这个设计的话，的确是好的。讲一下要怎么把脚架或者配件包放上去。它的话很简单，你就是把它的魔鬼毡，就是把它的魔鬼毡打开之后，直接对着这个孔把它放进去。那它现在二代的这些配件啊，上面都是可以直接穿过两阶的这个孔了，它是可以提升一下它的稳定度的。好，那这个啊，这个就是算是扣脚架的束带吧。那它的话装整体来说装上去是非常简单的，就只要从这个洞里面把它穿过去，然后把扣子扣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最后要介绍呢是它这个 Active Zone。它在一代跟二代有很大的差别，第一个是材质，它材质呢有做一些算是升级吧，所以它整体来说是变得更厚一点，然后背起来感觉是更服帖，然后减压效果是更好的。那这边大家也跟大家讲一下，它其实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啊，在这个护腰的部分啊，都是可以把它拿掉，它里面都只是魔鬼毡而已。如果说用不到这种多余的空间啊，额外的空间的话，是可以把它拿掉，就不会显得那么累赘。然后再来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一代跟二代，我们从外观上就看得出来的差别。二代上面的话，它多了一个这个
藤条，它是可以绑在行李箱的拉杆上面的。那对于这种大容量的包包来说，通常里面如果满载的话，重量都不是很轻。那如果你是有拉的行李箱出去外面要做旅游旅行的话，其实有这个东西是非常方便的。好啦，最后呢，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这些包包容量很大，它容量很大，那它容量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，我们刚一直在这包包里面放了多少的东西。OK， 欢迎大家订阅相机网的频道，拜拜。哎，那请问这个新的二代背起来的感觉如何？很能 Q。那请问今天拍完这支影片之后，这个包包你要买了吗？很重。所以说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吗？